拜拜。可以看。大家都说你好久不营业了，都非常想念你。好久不营业。是呀。前段时间我刚到北京嘛，刚开始北漂生活。好。所以说对。他那会有工牌吗？有呀。行。我上一个工牌还是很方便。那你拿着。准备随时去不同的地方上班。可以跟我们镜头打个招呼吗？嗨，你们好，我是胡烨韬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请在里边。嗨，嗨，你好啊。刘宁，你还带着妆发来？啊？我该怎么回答？你准备你的汤吗？没有了。你跳什么？我跳 rolling。那你是谁？就是。啊，一会儿看，一会儿看。救命！我们跟专门，对，他是你是，我是，他是娟门，我是娟门下面的汤门啊，汤门超甜，我是龙门里面的茶门，哦，看还是真实的 reaction， 没有 freestyle 舞蹈灾难，很荒谬，没事，你就自由发挥就行，相信自己可以的，一直坚持一下。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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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你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开心的。哎，你们可以先参观一下。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。没有我们。今天之后就会安排你们的 C 位。这四个谁呀？谁呀？都是不敢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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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接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所以你们俩已经知道是给谁留的，是吗？一吗？那我有一说一啊。啊，不是那个，是紧急大奖吗？是紧急大奖啊！啊，他们骗人，他们不是跟我说八一八一？不是，是大祥，是吉祥弟弟，吉祥弟弟，这不会的，我们先来吧。我想喝多糖，这是三分糖少一分，一样吗？你为什么会想喝多糖？旁边你是个艺人，这个很明显。嘴角出出，是啊，似笑非笑啊，然后笑的嘴唇啊。子越真的就喝完了一杯奶茶，喝完已经喝完了。你们俩今天来参加我们搜狐的这个新同事考核有什么感想？就是非常开心，对，我觉得环节非常的多，确实是跟一开始想说大家准备了就是很多的东西来刁难我们，但是我们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你们准备的所有难题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是，而且我就是听了全程之后完全被救命洗脑，每天大家就是要救命，真的是每天都要救命，有多少条命都救不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对，跟大家说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期待你们下次来玩，会的，明天来上班吧。明天来上班，但是就是说工牌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好像有，你有吗？我刚工牌被收掉了。人家有工牌举报。还有工牌吗？给涛涛一个。不能浪费今天的妆化，今天是要报警的吗？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今天营业辛苦了，不辛苦了。怎么连锁的？现在非常可怜巴巴，不能说的表情包。
回头我想让你来签名。没关系，不行，你先帮我签。谢谢。你拿走吧，老大，你要拿走了。我的。拿走了。视频对我们今年还有什么自拍小秘诀吗？就是一毫无秘诀，给你交给你的伴娘。对啊。OK 吗？满意吗？可以。